Cindy 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难听的话？ 他的个性我很了解，如果他说了什么让你不舒服的话，我在这边代替他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其实 Cindy 说的也没错啦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谢谢我让他轻松赢，还有我适合安静的待在便利商店。”Cindy嘴什么时候变那么臭？ 其实我自己也这么觉得，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也没什么不好啊。但如果可以考上公务员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哇，没想到你的嘴比 Cindy 还臭。我有刷牙，只是刚才有吃便当。你不错，很好，有天分。 我不是在笑你，因为对自己有自信一点吧。不是每个人笑都是在笑你，觉得开心会对你笑，欣赏你也会对你笑，这样听懂吗？ 很好，看来你没事。本来想说你胆子小，没想到心理状态也不错，没有因为 Cindy 的话就崩溃。确定你没事就好，那我先走了。